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成人自学钢琴，今天和大家分享右手爬音。我们以月亮代表我的心为例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。好，这个首先是按下来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哆咪嗦哆嗦咪哆啊，就是右手的爬音。有时候呢，也可以哒。前面多一个啊，用我们的食指。好，分享到这，拜拜。